爷爷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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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爷爷疼呢？爷爷疼，爷爷疼。陈志兴小朋友每天都吃两条鱼，这个就是我们当地产的这个紫梅鱼啊，6到7块钱一条吧，对吧？味道还是可以的，非常鲜美，吃了有利于大脑的发育，这个是非常好的鱼啊。妈生气了，加点料给你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会儿啊，乖宝宝，乖宝宝，哦 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 没事啊。味道一样的啊，对。哦，好，不哭不哭不哭啊，不哭不哭不哭，不哭不哭，马上有吃，马上有吃。嗯。